在这堵着呢，那个桥这块。看一下了啊。一会儿咱们就从这回去啊，一会儿咱就从这进去。嗯，警车不能看，一看就该封号了。回家了啊，我们的娘。主播你好，你那里能发货吗？明后天，家人们，明后天啊，因为今天晚上我就可以回家了。什么时候到家？我们在这等着，家人们。我跟 C 我们在这等着，等到十二点啊，等着十二点咱正式能回家啊。现在还不让走，现在还不让走，这因为 C 想不想家 ？C 想不想家 ？C 吧？太好了，警犬呀，哪个是警犬？哪儿呢？哪个？你说谁？你说我呀？啊？好，录一录回家时刻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回家让助理录一下，让助理录一下啊。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呢啊，那一个月没回家了，甚是想念呢，家人们。这是我们牡丹江的人民公园啊，三位非常期待，三位现在也非常期待。哎呀，我的头像都换成老四和迷糊了。感谢啊，你看三位现在非常期待。三位着急了，听着啊，三位着急了，三位急想看到四哥他们了，三位想小迷糊了。哎，现在嗓子不得劲儿。几点能到家？我估摸着啊，家人们啊，十二点半能到家不？啊，十二点半，然后咱们十一点半的时候应该能回去，往那边走。我估摸着，家人们，因为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知道吗？咱们我也是在这等。啊，我们现在也是在这等。回家的感觉真好，能发货了吗？能发货了，家人们啊！就是怎么得后天发货啊？明天咱们是，明天咱们就能正式发货。但是啊，什么时候能发走呢？得后天。老爷今天晚上能不能看到老四和小迷糊？当然可以看着了，家人们，可以看着啊！你们先别走，家人们。啊，我开直播呢，就是为了给大家伙记录这么个时刻，老铁们，咱们共同见证啊！我今天开播就是咱们共同见证咱们回家这个时刻，不是离得很近吗？离得很近，谁知道了？他这里边一进去之后吧，好像还得查这个查那个的，可能是啊，我是估摸着粗略的算一下吧，知道吧？现在路上有人堵的不让过吗？现在不是不让过，就是没到点，知道吧？没到点，他有栅栏啊。想他们了，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！今天能看到老四、小迷糊，能看到老大、石榴啊，能看到我们的三位，我们跟我们一块团聚啊！的扑你，那肯定的，老想我了，他们老想我了。欢迎倩文姐姐，感谢咱善良的小四妹啊，感谢大家伙啊！十二点可以回家了，对，家人们，昨天晚上我就说啥了？昨天晚上我不就说了吗？等能回家之后，我第一时间给你们直播，老铁们。因为最近的确是给大伙直播太少了，知道吧？啊，我一会儿啊，我要把这个时刻记录给大家，第一时间记录给大家伙看啊，老铁们，太难了，终于团聚了。啊啊！我现在在那个，在我们这个桥，在我们这个有个立交桥啊，在这桥这块呢，啊。等十二点，再等一个小时，家人们，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，知道吗？为什么我这么早就来呢？有人朋友说，三元爹还一个小时了，你怎么这点才来呢？这点你都来了，我有点迫不及待呀，家人们。万一他要早开呢，咱是不是可以早点回家？是不是？他们说的是十二点，说的是十二点，啊，这是让我们熬夜呀，不是让你们熬夜，家人们。那么我不也熬夜吗？我不也熬夜吗？
咱不是有这么一个精彩的时刻需要见证吗，老铁们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感谢家人们啊，老爷高兴坏了。我跟你说，看我们这道上反正没有人，家人们，没有人，我估计一会儿人越来越多，你看了吗？这是牡丹江啊，这道上肯定一会儿会有人啊，老铁们啊。这是道上啊，家人们，咱们一会儿就从这条道，啊，咱就要上那边去啊，那边有个车啊，闪闪发光，一会儿绿，一会儿红，一会儿蓝的，那车不能拍，一拍就封号了，老铁们，啊，咱就拍拍自己得了，老铁们啊，咱就拍拍自己得了，那光在那啪啪啪一顿闪，比我眼睛闪都快，那玩意儿，终于回家，太好了。好像过年一样，哎呀，家人们，你们真不知道啊！当我们这块接到通知的时候，老铁们，啊，当我们这接到通知的时候，你猜啥样？那真就跟过年一样啊，老铁们，那鞭炮烟花，这家伙，满城都在放。三样大美女蹦得真高，我真高兴，太兴奋了。欢迎家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！今天的确是比过年还高兴，感谢顺其自然啊！能发货，老铁们啊！现在你们拍吧，下方小购物车啊，家人们，咱下方小购物车，你们有需要啥，你们就拍啥就完事了，家人们啊！然后呢，近两天之内给大伙发走啊！一人一狗千里走单骑，我跟俺家三妹真是一人一狗，一人一骑啊！千里走单骑，哎，千里走单骑，哎，千里走单骑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感谢夏天海岸姐姐啊，这是去哪儿了？马上回家，家人们马上回家啊！一会儿12点马上回家，还有一个多小时。愿意陪着我们的好朋友们啊，待会儿可以陪着我们一同见证啊！好久没直播了，沈阳还是发不了，我家狗马上断粮了，家人们啊！等今天你要拍不了的话，明天再试一下子啊，家人们，明天试一下子，终于可以看见老四了。老四啊，小迷糊，今天晚上都能看着，家人们啊。我等会儿，家人们，等会儿我等会儿我让那个助理也来，知道吧？我回家的时候吧，我让助理先回去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让助理先回去，然后呢，他在屋里头。助理在屋里头拿着手机，然后呢，我跟我们家 Seven 第一时间进去，你们看看，俺家老四他得多稀罕他姥爷，老铁们，俺家老四老大他们几个得多想念他姥爷，老铁们，啊，姥爷在牡丹江吗？对，我们在牡丹江啊，别下播，今天晚上我要看到老四，必须的啊，老四老大都能看着，家人们，感谢爱 Seven 啊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。哎，哎呀，狗狗掉毛怎么办？掉毛就洗呗，掉毛洗，刮毛，用梳子刮，常给这狗洗澡啊，给狗收拾收拾。感谢洋洋啊，老四不善于表达自己，比较含蓄。你看我四哥有没有能力表达自己？啊，咱就看我四哥今天晚上有没有能力表达自己，替你开心。必须的啊，感谢霸道与温柔啊，感谢洋洋啊，感谢家人们送的礼物啊。虎妞的脚没好呢，家人们，虎妞脚没好呢。哎呀哎呀，三你高兴吗？三吧，俺家三也往前瞅呢，俺家三也往前瞅呢，啪啪在那发，一会儿蓝光一会儿红光，那什么玩意儿？三人说那什么玩意儿呢，啪啪在那闪呢。我看那面包车过去了。是吗？面包车过去了。哎呀，那面包车有通行证吗？是怎么事？拆完了啊？那那车也去了。拆完了。那些车都去了。是进去了吗？是通拉着走了吗？我想知道是通了吗还是怎么事？通了。咱看前面车怎么事，看能不能过去啊，家人们啊，现在可能能过去了。我的妈呀，现在是不是通了？我瞅瞅，不对呀，他东西拦着呢，他俩东西拦着呢，他们应该是一个面包车，一个是货车，我估计你现在过去的话，别让给拦下来
啊，除非他把那个东西全拿走的，那两个东西。太好了，车上还有别人吗？车上还有开车的，咱家助理啊，助理开车。嗯，车里。啊？是他那有蓝的。对呀、啊，他有蓝的，他没拿走。他如果正常开通的话，那个东西拿走了，姐，是不是？咱别进，你进了吧，到里边还得挑头回来。对，咱等着吧。再等会儿吧，家人们啊。走了。哦、啊、哦、啊。哎，你看他们还走了。都往里进呢。都往里进呢。三位着急，三位想往里进。他有没有出来就知道了。啊你找亮堂地儿，别整那乌了吧唧的那地儿，不亮堂地儿，找亮堂地儿。对，三位谁呀、啊？三位走啊，三位走、啊。哎呀妈呀，哎呀，你看三位着急了。等会儿啊，零点，家人们零点。但是我这么一瞅，这什么情况？这都往里边进是怎么事儿？这不亮吗？啊？不亮，你还挺让人见的吧？也行也行，无所谓，这地方无所谓。要不你听前面是不是也行？这块这地方拍照吗？啊，刚才那地方，你看刹车灯了，它停了，你看停了。表咱也过去啊，啊，在桥顶上等着，啊，在，哎，他们是私家车吧？不是什么那什么车吧？我估计啊，那边桥都已经堵满了，今天就等着开门了。终于回家了，家人们啊！哎呀，我的心里特别特别激动，一个月没回家了，家人们，我在外面都困一个月了，我他妈在外面一个月了 ，seven， 咱俩在外面一个月了吧？没毛病吧 ，seven？ 哎呀 ，seven 他妈是不是有点紧张 ？seven， 你是不是想撒尿啊 ？seven， 你告诉我爸，你是不是想撒尿 ？seven， 想老撒，哎呀！你说他为什么不把那东西拿走呢？你说啊？12点，没到12点。山东狗粮能发货吧？现在山东能发货吗？现在山东可以吧？家人们，咱俩狗粮在第7个链接呢啊，在第7个链接，咱俩这款狗粮，你们有需要狗粮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拍单啊。咱俩狗一直都在吃的狗粮，家人们啊，有的狗毛不好的，鼻子掉色的，长不胖的啊，家人们都可以吃这款狗粮，149一袋。啊，终于可以发货了！哎呀妈，我真的，家人们，我以前我都不敢卖货呀，我都不敢吱声啊，因为有太多朋友说 seven 爹啥时候发货呀？感谢家人们啊 ，seven 什么都懂，别再往外跑了，疯了。现在外面还那样式的吗？啊，现在啊，好开心呢，在顺丰门口，对，那知道呢，顺丰门口，济南口知道。济南有口罩了啊？啊，咱们刚从济南回来吗？济南有口罩了啊，宇哥。口罩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在济南回来都已经很久很久了。哎，从咱从济南到现在，哎呀，有20多天了，是吧？还没到家呢，等呢，家人没到点儿呢。我比你都急呀、啊，家人们，猴急猴急的，你没发现我塞完这屁股都坐不住了？俺家塞完这屁股都已经坐不住了，现在。啊，待会儿我点亮啊。待会儿点亮，咱直播间2000多人，家人们啊，点点亮，咱把爱心往上点点，感谢大家伙啊！咱今天晚上共同见证我四哥，我他妈一回家，你看我那我一回家，感谢匡姐啊，谢谢匡姐送的礼物啊！我一回家之后，我戴着口罩，哎，我应该整个皮帽子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有让助理给我找个帽子，家人们，找个帽子，戴个口罩，戴个围巾，我回去，家人们，你说他们能认识我吗？啊，整个皮帽子，狗皮帽子，或者戴一个那种帽子。感谢元宝宝宝啊，谢谢元宝宝宝，整个帽子把自己捂的溜圆。啊，让我四哥猜一猜，我也不吱声，我就往屋里一杵，你信不？他们指定害怕。直播不能带，为啥不能带呢？啊，那就不带了。那我先就不带了，啊！你说话就露馅儿，我不说话，我就一进屋，我带着俺家三妹就往这一杵，哎呀呀呀呀！好，啊，好宝，干啥呀？哎呀，别着急，你别急，哎呀，你老实点，你别着急，等会儿带你回去，哎呀，
一说话就知道老爷回来了。我进屋我也不吱声啊，但是他们知道他老爷身上的味儿啊，他老爷身上这个味儿怎么掉啊，家人们啊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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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娘都着急了，哎，三娘都着急了，是吧？看看，三娘你可别逛着了，三娘啊，你别逛着了，三娘你坐下吧，啊，坐下吧，歇会儿吧，你歇会儿吧，三娘，你歇会儿吧，哎，三娘歇会儿吧，行不行？喷香水。哎呀，三娘你把我裤衩都踩，过来来，三娘过来来。几点到？12点，家人们啊，12点啊，还有将近一个小时啊。你看有没有车再上去？如果有车上去，咱也上去。嗯，啊，总算能回家了，跟刘。坐飞机似的。三文，我一紧张，我就这样似的。三文也知道要回家了，欢迎大家伙啊！咱点点亮，家人们，点点亮。啊，有想买啥的话，你们下方小购说你们去拍的啊，家人们，欢迎我妥哥啊，欢迎我妥哥啊，欢迎亲家啊，给俺亲家点点关注，妥妥先生，家人们啊，再给点点关注，卡了啊，卡了吗？没卡吧？卡不卡？我这没事，我这不卡，我感觉不卡呀，挺好。哎呀，真卡了。我买了5袋，请尽量发货，好尽快发货，狗都没有吃的，感谢哥啊，马上给你发货，不卡了，没卡，走两步回去，不让走，知道吧？人都开车，就你走着回去，这过大桥，这不是说人行道，你说走着回去，走着回去了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这过大桥，老爷走哪儿了？我现在走那个东四，我先走东四条啊，家人们，三文着急了吧？三文，你坐歇会儿呗，能歇会儿不？红心点140，感谢家人们啊！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大家伙点点亮啊！咱给我们的妥哥点点关注啊！哎，妥哥又送个这什么玩意儿是啊？再给妥哥点个关注啊！主播榜单第一名啊！我四哥他爹，家人们啊！有喜欢我四哥的，大家伙可以关注一波子啊！Seven 现在学会抢镜头了，他就是有点着急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因为俺家 Seven 要好长时间不回家了，你知道好长时间不回家那种感觉是啥滋味吗，家人们？啊，就是看着我四哥的照片，我都要舔上去两口，知道吗？我都要舔狗舔他两下子，知道吗？欢迎老爷，能发货了不？快递家人们啊，你们现在拍的话，明天三元爹尽量给你们发货，知道吧？因为明天我会试探的给大伙发货，明天后天能发货的都发走，家人们，只要你们当地没有问题的，那左手和右手手心手背那都是肉啊，那谁不能不想吗，家人们？没有问题，上海能发货不？那你看你问我这问题问的，那不等于用脚后跟想问题吗？那不是啊？感谢 Seven 啊，感谢大家伙啊，感谢咱家至高无上的榜一，感谢元宝宝宝，感谢咱们家榜一大哥啊，家人们，再给榜一大哥再给。上播关注元宝啊，12点，家人们啊，别着急，感谢春雨，感谢春雨姐姐啊，谢谢春雨姐姐啊。跟你闹呢 Seven， 念了啊 Seven， 咱不回家了啊，你再坐好了，你坐好了 Seven， 你爸给你唠嗑，你坐好了，坐下 Seven， 你坐下不许动 Seven， 咱不回家了，咱坐下，不回家了啊，哎，你行了，不回家了，好了，回家，你说不回家，哎，什么？晚上还堵车呢？不是堵车，知道吧？都在排队，家人们都在这排队，知道吧？
都排队等着回家，并不是堵车，家人们，是前面还没通车呢，知道吗？前边没通车，前方啊堵车状态，排队回家，对，家人们，因为有好多，因为那个时候，家人们，那个时候在无意当中啊，就把那个桥南的人在桥北，桥北的人在桥南，他回不去家，家人们，像塞文爹一样，像我一样的人有很多很多，家人们，所以大家伙都已经将近一个月没回家了，非常内心非常的兴奋，知道吧？就是想第一时间赶紧回家啊，知道吧？赶紧回家啊！苦咖啡怎么不早点回去呢？我也想早点回去，家人，这回不去吗？这不回不去吗，家人们？可怜，终于回家了。一会儿到家能不能看看四哥？必须的，家人们啊！家里头我四哥都已经撅屁股在不，都他都已经在这等着呢，家人们啊！我四哥啊，像我以前说话就是，家人，我四哥现在干啥呢？家人们，刚才我给家里打电话了，我告诉家里头了，家人们啊，我四哥现在正在撅个大屁眼子在这等着呢。啊，因为刚才给家里通过电话，家人们知道吗？给他们一个心理准备，知道吧？让他们都老实的，平时在家里头能拆家的人，能拆家那个狗给我等着，老实点儿。平时在家里能叫唤的狗老实点儿，省得我到时候回家收拾他们几个，家人们知道吧？尤其是我四哥，听说我四哥最近喜欢拆家，听说小迷糊最近喜欢拆家。都给我老实点，要我回去我收拾他们俩，收拾他们爷俩。啊，我回去收拾他们爷俩。哎，整得我现在好紧张啊，家人们啊，整得我现在我嗓子嗷嗷的啊，疼的感觉。我说话是不是声音有点大呀？是又回归以前这种状态了，家人们。直播这嗓门有点大，老爷不在家，四哥是老大，小明也是老大，家人们，小明也可以当老大。嗯，欢迎家人们啊，咱家东北黑木耳，家人们啊，东北黑木耳名你们现在也可以拍了，有好多朋友们家里头下面想管三元爹要木耳的，家人们发不了货的，你们现在都能拍木耳啊，咱家东北黑木耳怎么还14.9呢，这怎么事儿，这是啊19.9元180克，家人们啊，47.9一斤啊。就这两天我上超市里头看，就我们当地那个木耳都卖到70多块钱一斤，家人们啊，我们当地木耳卖70多块钱一斤啊，你们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拍单，19.9元180克，47.9一斤，还有倒计时50分钟，哎，现在刚才有上桥的吗？嗯，29号狗粮和710的狗粮区别啊，720的狗粮是咱们家狗，我一直俺家 seven。小迷糊他们从小都在吃这款狗粮啊，29号链接那款狗粮呢，是它不是一个牌子的，知道吧？那个是比瑞吉俱乐部的啊，7号链接那个这个呢，它是一个啊三拼粮啊，它是一个三拼粮，里边有牛粒、卵磷脂、海藻条啊，还没收到呢，还没有收到，回家了吗？还没回家呢。助理哪个门能出来？咱助理在线不？哪个门能出来？你跟他连一下，哪个门能出来？到时候让他出来，直接接着咱就走。啊，是不是大门能出来？7最想孩子，都是俺家7的孩子呀，家人们，都是俺家7的宝啊，知道吧？欢迎大家伙啊，大门上大门接吧。他说大门能开门啊，家人们。啊，有想买木耳的，明天家人们啊，只要你们当地没有问题的话，木耳明天就能发货，家人们啊，木耳明天就可以发货了啊，咱家东西，家人们啊，保质保量啊，那我还拍了7号链接的，谢谢介绍，7号链接的吧，谢谢，感谢啊，没事，不客气啊，我感觉他们会很稀罕 seven， 再稀罕你，我觉得他们指定会稀罕我，啊，这么的，家人们啊，咱们。一会儿助理来了之后呢，家人们，我先让助理拿着手机进屋，知道吧？先让老四他们稀罕 seven， 知道吧？等他们稀罕完了，我再回去，家人们，知道吧？这么个顺序啊，
等他们稀罕完 seven 之后再稀罕我，到家一定拍视频。咋这么多直播呢？等着呢。嗯，这东西关条路。嗯，激动的一刻呀，肯定稀罕 seven 再稀罕你。几点到家？十二点多钟吗？家人们，十二点多钟。哎呀，你看那个小电动车上去了。上一下。啊？你去。大家都等着呢。三月回家过母亲节，哪天母亲节？啊？星期天吧？应该星期天吧？是不是？家人们，是星期天？太早了，到家要现场直播，必须的，家人们。等会儿你们等一下子，家人们啊，等会儿咱们都能看着我四哥他们几个啊。感谢米粒儿，米粒儿爱上奥斯卡啊。谢谢啊，谢谢送来的礼物，家人们啊！米粒儿爱上奥斯八号是吧？八号是母亲节是不是？这个礼拜天母亲节必须要等。哎呀，我也激动，家人，我比你们都着急呀、啊！啊，我也想回去啊。先往前瞅呢，先往前看呢。要先带俺家三元出去溜达一圈吧，行不行？三，爸先带你出去溜达一圈，啊，走，三元，你要俺家三元在车上等着，你着急了。三，下下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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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妈！你瞅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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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没到家呢，三元啊，没到家呢啊，再往那边溜达一圈，家人们啊，再往那边溜达一圈，啊。哎，往那边溜达一圈儿，等会儿咱们就可以回去了，家人们。现在，下面你看着那边了吗？你们看那边了吗？那边有那个有两个那啥，看了吗？这两个挡的那个东西，家人们啊，有两个那个是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在那摆着呢。啊，等那个东西撤了之后，我估计就能往那边走了，知道吧？我估计就能往那边走了。那边属于那边和这边不是一个区。我现在这个区吧，家人们，我现在我这个区是东安区，啊，过了这个桥那边是爱民区，啊，过了这个桥，这块离独家多远？这个地方离家呢就快了，具体多远的话，两公里左右，两公里左右。这个桥就一公里，啊，过了这个桥再有两公里吧。过了桥也有两公里，啊，不远。整个牡丹江也没有多大，家人们知道吧？前面好多大白，好多大白，什么意思？近在咫尺啊！家人们，参完爹之前不说吗？啊，三过家门而不入啊！只因家人们啥没结束，只因口罩没结束，知道吗？我家过了桥。家人们，我家过了桥就是，知道吗？但是就回不去家，你说气人不气人啊？以至于我在外面，我到牡丹江之后，我在外面住了多长时间？在外面住了二十多天，我跟俺家三爷在外面住了二十多天，啊，主要是爱民区没过桥都不让你过，现在不让过，家人们。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，家人们？要不咱们在等公交车吧？要不咱们搁这等公交车吧？明明 ，seven 呢？咱们搁这等公交车吧？啊！此时此刻，我们大牡丹江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你看我们牡丹江城市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有好多朋友们没来过牡丹江啊！这是我们牡丹江，我的家乡啊，牡丹江啊！这是牡丹江，家人们啊！这块是人民公园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是这个是一个公交站点啊，11路、14路、102路，可以坐公交车回家吗？开玩笑，不能。你要是坐公交车回家的话，我得等到几点？家人们，我要坐公交车的话，家人，我要想坐公交车回家的话，就得等到明天早上5:30。
那俺家 seven 也不愿意呀、啊。俺、啊、家这个点没有公交车，家人们，大城市有，俺、啊、这个点没有。感谢元宝啊，欢迎家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！待会儿有需要啥的话，你们下方小购物车拍一下子，家人们，你们可以随便拍一下，因为咱们这牡丹江可以发货了，家人们，咱们这地方可以发货了，你们有需要啥的话，你们拍，啊！牡丹江人生，牡丹江长大。牡丹江生人，牡丹江长大，欢迎啊，欢迎牡丹江的好朋友们啊！咱家东北黑木47.9元一斤，家人们啊，47.9元一斤。你说咱家们，你说你们上哪儿买木耳能买到47.9元一斤的木耳啊？咱家东北黑木耳40多块钱，40多块钱一斤，上哪儿买去？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啥都吃不住，但是木耳能吃住。你买一包能吃一年，它能留住，知道吧？走着回去吧，老爷。走着回去不行，走着回去，走着回去肯定不行，家伙，走着回去，太远了。我要走着回去了，我得走。等会儿如果能通车的话，我如果走着回去了，我得走俩点。哎，家门，你说，家门，你说三公里能走多长时间？有没有走过的？家人们，咱直播间好朋友有没有走过的？就是3公里，你得走多长时间？啊？你家爱民区的，对，3公里走多长时间？我没走过，我以前小时候走过，半小时35、33公里，半小时，我跟你说走不了3公里，我要我走不了。我走过半小时，那你指定是慢跑，我感觉指定是慢跑，铁子。我估计你要正儿八经走的话，怎么也得一个小时吧。年轻人的话，一个小时。这是回家吗，家人们？我现在是往家走呢，啊，我们现在是要往家走，但是还没到家呢，家人们啊，因为咱们等会儿是12点的时候，咱们才能回家，知道吧？咱们12点才能回家。走，咱们走。一条的，20多分钟。如果是散步的话，速度那么慢。20分钟，你说20分钟的人是20分钟走多少米？1公里是1000米，3公里是3000米，是吧？20分钟，也就是说，家人们，你1秒走多少米？除以20，一分钟走150米，是不是？1分钟走150米，家人们，相当于一秒走2.5米，家人们，一秒走2.5米，也差不多，是不是？一秒走2.5米也差不多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现在那个地方还是有障碍物，家人们，还有障碍物，还是不能回去。主播得去借助理。我把助理接着，三万你坐这吧，三万来，三万你坐这来，咱俩等着来。我把助理接着，接完之后呢，我得让助理给我拿手机，知道吧？因为我进去得让助理先进去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让助理先进去，然后你们才能看着我进去的时候，狗狗跟我啥样，狗狗跟三万啥样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啊，咱家下方小购物车，你们有需要啥的话，你们拍一单，家人们啊，坐好了，三万来，坐好三万，啊。三万爹都会尽量给大伙儿发货啊，因为我们牡丹江现在可以发货了啊。咱坐下，坐。咱俩等着。哎，这个桥，你干啥呀？你现在就想走啊？干啥呀你？不，咱没到点儿呢。哎呀，行了。哎。他没到点儿了，操！你干啥玩意儿？没到点儿呢，哎！你过来，来拿着。等发现你，我非得揍你一下子，是不是啊？没到点儿呢，我发现你这狗咋这样式儿呢？他要回家，三要回家，着急，三要激动了。
木耳47.9一斤，家人们啊，你们没吃过的家人们可以拍单19.9的，19.9毛钱180克，47.9一斤，啊，咱们家东北黑木耳，家人们啊，咱家这个木耳啊是正儿八经东北产的啊，产自咱们东宁县，老铁们啊，待会儿都知道木耳，黑木耳之乡就是牡丹江市，东宁县，哎，坐个出租回去。自己有车不用坐出租回去，有车不用坐出租回去。咱俩坐下，咱坐好了。大连咋还拍不了呢？大连我不清楚，家人们啊，待会儿问客服，桥那边是爱河方向吗？桥那边不是爱河方向，桥那边是爱民区方向。你说爱河方向那个是？爱河方向那个是牡丹江的牡丹江大桥啊，这个是牡丹江立交桥。我跟你说家人们啊，就是你们所看到这辆车所上去的这栋桥是什么桥呢？它是牡丹江的啊立交桥，也是什么呢家人们啊，它上过吉尼斯世界纪录，是最小的一座立交桥，知道吧？是最小的一座立交桥啊！你们能查到？你们在那个怎么？你们正常你们搜索的话，搜索东光立交桥，家人们，东光立交桥就是这座立交桥，它是最小的一座立交桥，知道吧？灯光真美。咋还不走呢？家人没到点呢，没到点呢。我也想走，现在不是不让走吗？你们看一下子啊，家人们啊，看着了吗？那个地方拦着呢，看着了吗，家人们？那个地方现在拦着呢，啊，有两个东西在那挡着，啊，他们有上桥的，但上桥之后啊，家人们，我看上桥之后怎么都没影了呢？哎，看着了吗，家人们？车上桥顶上有刹车灯，你看着了吗，家人们？桥顶上有刹车灯，你们瞅见没？瞅见的话，你们扣一，家人们。啊，现在的话，应该我也可以过去，家人们，我也可以过去。但是呢，我感觉过去之后呢，也是在桥上等着。啊，过去之后也是在桥上等着，也是过不去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嗯。我都激动的心砰砰的了，更何况7呢？你的位置是新华路，你去试试呗，等着呢，能早点回去，最前面等着能早点回去。要咱们上桥啊，要咱们上桥看看去，塞吗？去不去啊？三文，你上不上桥？去不去？啊？去呀、啊！三文想去呀、啊，三文啊！啊？上去等吧。看也行。等啊，让三文上去啊！三文来，上去来！1、2、3，上！上上上上！三往后退，往后退，退。退三，坐好了。还多长时间？哎呀，还有40多分钟。你说能不能开现在啊？我看有好几个车上去了。没有。啊？哎呀，牡丹江太远了，从杭州坐普快到牡丹江4天时间，现在还坐啥普快了？你有坐普快那钱，你都不如说坐个飞机。你坐普快多少钱？4天，你就不用说别的，你就从这儿从我牡丹江坐火车到天津也得将近200元，知道吧？你要坐到杭州的话，坐硬板也得400元。知道吧？你要住卧铺的话，不得600元打底呀？啊？
哎，岳父是翻一倍吗？还是怎么事？狗粮什么时候能发货？家人们，狗粮的话，明天，家人们，明天三元店尽量给你发。冷不冷？不冷。现在我们这不冷啊。不，河北廊坊通快递，为啥？这是哪儿啊？对面。啊，这对面啊。啊啊，这块是对面，家人们啊，对面没有车过去呢，是不是？嗯。他们在这直播呢，是怎么事儿？直播呢是吗？嗯。啊。就是在我们对面也有一个，也有一个人在直播，他那边是显示没有车能过去。今晚跟你熬夜了，不用熬夜，家人们啊，不用熬夜，跟着三元爹熬到一点就行，家人们啊，你一点之前肯定能看着俺家小，搁那能看着俺家老大，知道家人们？一点之前可能看着啊，狗粮能发货了吗？家人们，狗粮明天咱尽量发货啊。你们只要你们当地没有问题的话，你们都可以拍咱这款狗粮。咱家狗狗一直都在吃这款狗粮，家人们啊，你们家的狗狗啊，如果要是不爱长肉、毛不好、鼻子掉漆的，都可以吃咱家这款狗粮，家人们啊，因为咱们家家人们，咱们家狗狗吃这款狗粮，鼻子没有掉漆的，大伙能看着啊，没有掉漆的。再一个就是毛全部都是特别好毛，而且长得特别胖乎啊，家人们。不愿意拍的话，你们拍的啊！想给自己家狗换狗粮的家人们啊，这个地方比瑞吉诺瑞三拼粮149二十斤，陪老爷一大家子。感谢二宝万万爱吃饼子啊！等着看看我四哥。谢谢大家，十二点多钟吧，家人们，十二点多钟啊，过去排着啊，过去排着了，走，咱上桥，家人们啊，咱上桥。感谢万万干爹啊！感谢咱家万万干爹，家人们，给万万干爹再个点关注。姐，你别送礼物了，姐。哎呀，这姐一来就这万万干爹姐一来整个大跑车。姐，你别送礼物了啊，姐，咱也不知道你。哎呀，我挺不愿意让大家伙送礼物的，我觉着你们买点咱家东西比啥都强，知道吧？你买点东西比啥都强。从来不说要关注，家人们啊，咱给点关注啊。还有元宝。元宝宝宝一号麦至高无上的榜一元宝宝宝啊，咱马上上桥了啊，家人们啊，看这帮出租车都上桥，我不能给你们拍前面，家人们啊，我不能给你拍前面，我这么能给你看啊，首先不是我开车啊，哟靠，这怎么还有个旗呢，不能拍那个，看吧，这怎么还有面旗呢？那旗，啊、这玩意儿不拆。对不起，官方啊，不是有意的啊，那不是有意的，没开那眼，知道吗？看了吗？我给你们看一下吧啊。哎。找代驾吗？什么？我这拍不了。嗯，等着他们在这能挑头吗？二毛家吗？哎呀，等着回家呢，家人们，等着回家呢。在吗？三，你要过来看看呢。三，你想看看外头吧？马上就回家，家人们啊，还有不到半小时，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啊，因为有好多。哎呀，那车是从哪来的？哦，那车是从阳明来的，应该是啊，是不是？对，从阳明那边拐下来的。哎，还有半小时，别急，这么多人都等着回家呢。这边有人等，那边有人等。啊，牡丹江总有几座桥？一个桥，两个桥，三个桥，四个大桥，是四个大桥吧？四个桥。啊，这个桥算是人少的，因为这个桥这块是市中心，知道吧？边上两边人多，都排大堂队，知道不？不到十二点不放行，
人有这个规矩，知道吗？人家肯定有这个规矩，人家现在人都是按章程办事，知道不，家人们？啊，肯定是不到十二点，人家绝对不带放的，知道吧？100%不带放的，啊。你看人车越来越多了，看到吗，家人们？车越来越多了啊！这咱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啊！有好多车都已经排上了，家人们，有好多车都已经排上了，咱们马上咱就可以回去了，家人们啊！前面还没拆呢，拆完之后咱们就能回去了，同学们。车窗稍微透点气儿，啊，不敢拍外头，你知道吗？你拍外头的话，就容易拍到一些不好的，啊，就是拍到一些敏感的东西不好，啊，家人们，咱们就等着吧，家人们，咱就等着回去看四哥他们吧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咱们就等着回去看我四哥他们吧。刚解封，过了桥多久能到家呀？过了桥了之后也得，我得接助理去，家人们，接助理10来分钟。啊，过了桥之后10来分钟咱就能可以到家了，知道吧？我先别拍外面，拍封号了，到时候大家伙看不见了，知道吧？没有别的号能直播了，别拍安全到家，就是大家伙一块在这等着吧。你看塞吗？三文见着人可好奇了，三文见人一看一瞅啊，这等着回家呢，这是啊，三文也等回家呢，俺那三文也等着回家呢，他们也等着回家呢。12点，家人们啊，12点之后就能看到四迷糊他们了啊，大伙儿你们等一等，一会儿就能回去啊，小心三文跳车。拉好了，没事，他不带跳车的。是吧？马上快了啊！都熄火了，在这等着呢。咱歇会儿吧。啊。这个月拍了好多7照，最大的收获，感谢夏天海岸姐姐啊。虎妞咋样了？好久没看着了。虎妞的脚还没好呢。虎妞的脚还没好呢。回牡丹江了吗？现在就在牡丹江呢，家人们。哎呀，这么多车在这等着。嗯。这71吧。嗯。哎呀妈呀！咱现在想挑头也挑不回去了吧？从边上走了。啊，从边上上火车站了是吧？嗯。见到四哥了吗？还没有呢，家人们啊，还没有呢。一个月没回家了。7的杭州之行彻底，终于彻底结束了。这是哪儿？回家，家人们啊，回家，还有28分钟。哎，你没发现吗，家人们？越等到最后，就感觉这28分钟过得可慢可慢的了啊，是不是？嗯，这28分钟过得咋这么慢呢？越着急，这时间过得越慢，是不是？三，你说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慢不慢？三班，三班不想搭理我，三班不想跟我唠废话，慢不慢？三班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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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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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嘿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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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你唱？嘿嘿嘿，怎么？到家了吗？还没有呢，家人们啊，还没有呢。咱们怎么得十二点多钟能到家，老铁们？怎么得十二点多钟能到家啊？狗坐在车上都这样式的，有直播回放吗？熬不住了，十二点了啊！到时候我给大家伙留回放，家人们，我给大家伙留回放啊！等会儿给你们留回放，家人们。现在去西十一，到那儿正好就开了。我上西十一干啥去啊？上西十一那不绕远吗，家人们？我从这边走，这过桥不就是吗？我从西十一去的话，我到那边再窝回来。我上西十一都不如上西三，我都不如说上那个哪儿，上了富江桥，知道吧？我从富江桥那边走更近。你们去杭州干什么去了？带塞文玩去了吗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？之前为什么说带塞文往外面跑呢？因为就想带塞文出去玩。啊，因为我上外面办啥事儿，就想带着俺家这个 seven。今晚能看到老四他们吗？今晚可以看着啊，家人们，今晚可以看着啊，待会儿别着急啊，等我就能看着了。别关播，等你。还有25分钟，家人们啊，咱们还有25分钟。哎，几点到家呀？到时候给大伙儿拍视频啊，家人们啊，视频也给大伙儿拍。嗯，咱们等会儿吧。为什么不带老四呢？因为吧，咱带不了那些狗。咱敢说话，家人们，你就说吧，咱三兄弟出去办点事儿啥的，我带一屁眼的狗，我带那么多狗，你说我谁照顾去啊？你就带三文自己吧，三文能听话。你带别的狗呢？说实话，别的狗狗真没有 seven 听话，知道不？首先一点，俺家 seven 它在外面的话，它不乱跑，不乱叫，知道不？就是我跟你说，就是我在道边躺着睡着了 ，seven 都不带说走的，知道吧？感谢家人们送来的礼物啊，木耳47.9块一斤啊，就是我在道，我就比如说我喝多了啊，家人们，我牵着俺家 seven 在道上躺，在哪个草窠里边、苞米地里边躺着睡着了。我跟你说 ，seven 都不带走的，他肯定就是在我旁边趴着，你拽都拽不走，知道吧？但老四他们就不一样，啊，你得看着他，你得分心看着他。你要你带我四哥带小迷糊的话，那我要在地下在那坐着唠，打个电话啥的，那一会儿就没杆子挑跑了。公狗都爱跑，这次远游一次老上火了，那肯定上火呀，家人们，肯定上火呀。本来打算是怎么的事儿？本来打算只在外面待一个多星期，家人们，本来打算在外面待一个多星期，万万没想到啊，家人们啊，在外面待了他妈一个月呀，正好一个月，家人们啊，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那为什么不带老大呢？啊，老大也说实话也没有 seven 老实，因为俺那 seven 岁数大，知道吗 ？seven 年龄大，稳重沉着，知道吧？再一个是啥呢，家人们，俺家 seven 嘛，在家里排行最大。啊，排行最大，辈儿最高，知道吧？所以带 seven 走哪都想带 seven 啊。老大爷也乖，出门不容易啊。我出门只能带一个狗，家人们，带一个狗啊，这回溜得够了。seven 你溜得够了吗 ？seven， 回家吗 ？seven， 想回家 seven 呢？哎呦，那你。这脑瓜子让 seven 舔的，三，别挠了，回家快，哎，你拿什么？拿链子呀？拿链子，赶紧走吧！啊，凯源，你要拿链子呀？不走。你看，哎呀，不走，等会儿没到点儿呢。
没到点儿呢，你看你看看，你下车也看不着吧，反正你下车也过不去。行了，我发现你最近的脾气怎么见长呢？行了，三毛啊，好了，不闹了，不闹了。你现在过不去，你行了，你待会儿吧，你啊，歇会儿吧啊，还有22分钟啊。我一直好奇，三文爹这些日子干啥去了？三文，你待会儿，这些日子干啥去了？三文家族全国各地都有，都是三文的。点点亮，家人们啊！马上回家了，还有20分钟，家人们，还有20分钟，咱就从这道过去了啊！你们有需要啥的话，你们拍的，家人们，咱家这个洗碗巾啊，家人们啊，洗碗巾，大家伙是不是都用好了？你们有需要的话，你们可以拍单洗碗巾，家人们啊，12.95元5包，19.90元10包，洗碗巾专门洗碗的啊，咱家这个抹布可好用了，家人们啊，吸污能力特别强，吸水能力特别好，家人们啊，洗碗巾而且特别厚实，它是纯针织的。啊，不是一块布，家人们啊，咱家这个洗碗巾它不是一块破麻布，知道吧？它是一块针织的啊，一块特别厚实的一块布。想看看 seven 进家的那一刻，买过好用啊。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拍单，这个挺好用的，家人们啊，你看评价啥的都可高了，评价什么都可高了。seven 是不是也想家人了？那肯定的呀。哎，嗯。家里都有缺洗碗巾的家人们，你们用过就知道了，家人们，咱家这个洗碗巾啊，吸污能力特别强啊，吸污能力强，吸水好，就东西家人们汤啊油啊油渍啥的撒在桌上，家人们你擦一，就是吸油能力特别强，知道吗？而且清洗能力也好啊，我之前做过很多实验啊，之前我卖的时候做过很多实验，家人们啊，就洗的特别干净。这个啊，这在哪儿？这是在干嘛？等着回家呢呗，家人们，这不等着回家呢吗？啊，那不回家吗？三爸卖的东西都很，都着急回家呀，这是。快到家了，还没有呢，家人们啊，现在还有19分钟，还有19分钟啊。咱家这个洗碗巾，家人们啊，咱家这个洗碗巾呢，怎么的？前面那车直播是吗？嗯。啊，家人们，咱家这个洗碗巾呢，它是一个针织的啊，特别厚实，知道不，家人们？啊，它里边是一棱一棱的，家人们，里边是一棱一棱的，一块一块的，知道吗？它那个凹槽啊，你们看这个图片你们能看出来，家人们知道吗？它是每一个凹槽都能把一些埋汰的东西脏东西刮在里边，然后呢你用水一冲就能冲掉。三文家的东西都是挺好的，估计回去把老大高兴坏了，老大和老四他们都高兴，知道吧？同城买的，你洗碗巾也用也包邮吗？你有现货吗？同城买的话也邮啊，大家们是邮，不是说三元爹给你送啊，因为我给你送又犯不上，知道吧？邮费才2块钱，同城的话，同城邮费几块钱？是2块钱吗？不知道啊，同城，嗯，没有同城吗？2块能下来，还有18分钟啊，19.90元10条，家人们，你们拍19.90元的啊，拍10条用一用，最少5块，5块不可能，知道吗？开车去哪？开车回家，家人们，我们开车回家，现在我们在立交桥上，老铁们，现在在立交桥上，啊。狗粮拍了，感谢家人们啊，马上了，还有17分钟啊，我看已经熬不住了，家人们，你和大伙都已经睡着了。欢迎咱们家蜂蜜绵羊大金毛啊，欢迎咱们家小五的主人
欢迎蜂蜜绵羊大金毛。在你坐好了，坐好了看。对对对。啊，你摸摸三万。啊，三万，那三万太激动了啊！在你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在你坐好了。嗯，太激动了。好好好好好。好好好好了好了好了，三坐下坐下坐下三啊，你坐好了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三位你别着急别着急，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啊啊，好，哎呀好，那我一叫他吧，我一叫三位，三位就以为是怎么事呢，家人们，我一叫三位，三位就以为到地方呢，知道吧，好期待呀，我熬熬呢，必须看见老四今天晚上。待会儿有需要牙刷的啊，想买牙刷的啊，家人们，你们可以拍单的牙刷，牙刷9.9元一桶，一桶里头有8支啊，刮舌苔牙刷，家人们啊，9.9元一桶，8支啊，而且家人们，咱这款牙刷啊，它是一款软毛的牙刷啊，每一只牙刷都带一个独立包装啊，9.9元8支牙刷。家人们啊，绝对超值啊，这个牙刷挺好用的。嗯，坚持就胜利啊，刚刚拍了很多零食，感谢啊，感谢墨影。想知道你们在回家的吗？想知道你们在回家的吗？我们现在就在回家的路上啊，家人们。啊，我们现在就在回家的路上。牙刷9.9元，家人们啊，8支。车好像没动弹呢。现在我们正在等待，家人们啊，他12点让通车。哎，这还没拆呢，这不扯淡呢吗？这不是？在对面。不是，你对不对面的话？对面在拆。不是你对没对面的话，他是12点准备拆呀，还是这个东西拿就走了呀？拆好了，啊？这都在这排着，我也没看着有人拆呀，有人拆吗？啊？哎，有人说了，还有10分钟也没人拆。今儿怎么还有10分钟没人拆呢？怎么？掉链子了。我给你拆。这不扯了吗？这不是啊？10分钟了，还有10分钟没人拆。这能回去吗？在前面的车会下去的，到点猜，最起码啊，最起码他也是现在猜呀，他连人都没有啊，猜车的那人呢？那车都挑头跑了，挑头走了，人家都可以回去。0点，放炮又放炮，我估计一会儿还有放烟花。咱家还有炮吗？二踢脚啥的没有了吧？有二踢脚，整两个二踢脚放一放，啪啪的。也有可能明天有地方拖延时间，下去问一下，问一问呢。哎呀，可别明天了，我都等半天了，还明天？哎呀，那我真是的，这回趟家怎么那么费劲呢？家人们，我就想知道这回趟家咋这么费劲呢？老爷今晚能回去吗？不知道呢，家人们，应该没问题，家人们啊，应该没问题，因为他们人有通知，通知今天晚上就是可以通车，知道吗？12点通车，塞文眼睛汪汪的。你看塞文，他现在已经等的已经无奈了。塞文，塞文，你能等生气吗？塞文，你能生气吗？塞文眼巴巴的还瞅呢。啊，现在塞文眼巴巴，小眼睛啪啪的。嗯，前面有地方拆完了。是吗？嗯。有地方拆完了，他有拆的，有人拆呗。嗯，有人拆就行，别没人拆。
我估计他得一道一道的猜，是不是？哎，以后可别再出门了，太难了。欢迎咱们家二宝干妈啊！欢迎二宝干妈小白姐啊！家人们再给二宝干妈点点关注啊！谢谢二宝干妈送来的大火箭，家人们，感谢二宝干妈送来的大火箭，再给点点关注啊！家。家人们，谢谢大家支持，我的家人们，啊 ，Seven 这是一个很，一个等待的表情，啊 ，Seven 在等待，等累了 ，Seven 看有人过来了，你看 Seven 叫唤吗 ？Seven 看有人走去了，啊，贼丑是光头大哥，啊 ，Seven 看人过去了 ，Seven 都不叫唤 ，Seven 可听话了，是不是 ？Seven 可听话，要小迷糊到小迷糊就叫唤了，知道吗？小迷糊来俩人啥的，他就叫唤。老四不叫，小迷糊爱叫，小石榴也愿意叫。三爷是大眼睛，老爷是小眼睛。我没俺家三爷长得好看，该说不说的啊，的确是没俺家三爷长得好看，家人们。老爷瑶瑶呢？睡觉了没？他跟他妈妈睡觉呢。这在哪个桥啊？这是在立交桥，家人们，我们这是在立交桥啊。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？把 seven 背带挠挠挠挠难受的，背带挠一挠难受的。那三个难受，我现在我给他拽着行了啊！坐下，咱坐好了。他这是正的啊，他是正的，没歪，家人们啊，他是没歪，他就是站起来就好了。反正三个站起来就好了。还有九分钟，还有九分钟。你说九分钟都能拆完这玩意儿吗？啊，不像。这玩意儿可不是说想的随随便便就能拆掉的呀！等的我都困了，我靠！必须得等到啊，不行，咱换桥呢，啊？我听你。我这么一瞅，树没有，不行，没有那什么了，开火，哎。还没到家，不行，换桥吧，咱们啊。12点，如果他是没开啊，家人们，咱就换桥。正常，他应该先开这个桥，因为这个桥是主桥，知道吧？嗯，这个桥是主桥，这个桥它比西三条路通车通的多。打电话问问谁搭理你啊？这会儿家人们，这点咋给谁打电话谁能接呀？还差八分钟就可以回家了。欢迎啊，欢迎猴子啊，欢迎好兄弟啊。咱们给这个哇塞猴子鸭，家人们啊，哇塞猴子鸭，再给点关注啊！这是三文爹一个好哥们，家人们，再给点关注啊！非常非常帅气的一枚小伙子，家人们啊，非常非常帅气的一枚小伙子啊！再给点关注啊！西十一都通车了，这边也马上。西十一通车了吗？啊？说车没通。
还有七分钟没找到。变得我是幸福的，谁的错？一年再多，基于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，没找到猴子，哇塞，猴子鸭，啊，这个叫哇塞猴子鸭，嗯。咋不那是有什么难过？再给我两分钟，再给我两分钟，让我把记忆结成冰，别融化了眼泪。你妆都花了，要我怎么记得？记得你叫我……哎呀，我现在唱歌都不行了，现在唱歌都不行了，家人们，这平时不喊，唱歌都不好了。牙刷9.98八支，家人们啊，咱家这款牙刷9.9八支啊，有需要的话，待会儿可以拍的。现在还有五分钟，我们就可以往家走了，家人们啊，三位都着急了。Seven， 着急了，我听说你。嘿 ，Seven， 嘿，着急了。好了，着急不着急啊？不着急。9.9八支牙刷，家人们啊，每一支牙刷都带一个独立包装，家人们啊，咱家这款牙刷一桶里边有八支，每一支都带一个独立包装，家人们啊，9.9非常划算，家人们，我怎么听着有地方放炮了呢？我感觉啊，我怎么感觉好像有地方已经庆祝起来了呢？啊，这个点儿，咱们成本多了，真是。再美的花朵盛开过就凋落，温暖的心。那什么车上过来的啊？嗯，这车从哪来的？刚才过去那车也是从那边阳明那边过来的吗？我这一刻太激动了。眉毛长斑了 ，Seven 呢 ？Seven 眉毛长斑了。这家伙够一顿舔的，够一顿捋呀 ！Seven 这给他爹一顿捋，但直播间2000多人了，家人们啊，又上人了，马上到点了，家人们啊，给 Seven 挠一挠 ，Seven 把我给挠一挠。你看我不给他挠，他就让我给他挠，你看着啊，我不给他挠 ，Seven 就让我给他挠啊，我也不给他挠。你看三军让我给他挠，三军让我给他挠。9.9八支牙刷，家人们啊，有需要的话你们拍单，还有23单，咱牙刷啊，23单9.9八支啊，软毛的啊，带后院带一个刮舌苔神器，家人非常好用。三元爹每天都用这款牙刷，我们家现在全家基本都用这款牙刷，挺因为特别划算，好用。三分钟啊，家人们还有两分钟，我这怎么显示还有两分钟？啊，搞定！哎呀妈呀，看着啊，家人们，啊，家人们现在已经开始庆祝了啊，家人们，咱们现在已经开始庆祝了啊，看了吗？已经烟花了，在这地方能看清。庆祝咱们马上可以回家了，家人们啊，烟花都已经放上了，你这车窗车玻璃刷一刷，我估计能好点。
啊，太好了。没了，放烟花了，家人们啊！啊，七十一通车了，是吗？嗯，七十一通了。嗯，他们说是。牙刷在哪儿啊？牙刷现在在第一个链接，家人们啊，第一个链来，第一个链接，刮舌苔牙刷，超值八支装，9.9元，家人们，9.9元八支啊，2500元了，家人们啊，待会儿我点点亮。不行，他换球吧，啊？上西十一啊？走啊！你打算上哪儿？上西三吗？你看，家人们，你们就说吧。开不了吧？我感觉够呛了。你不行，上西三吧。西三能过去吗？哎，那边开了吗？那不？那边开了，但这个栏杆没开呀、啊。不是，开不了。那边车已经过来了。我刚才都过来，嗨，我也开不了，开不了。这你这我估计开不了啊，这个啊啊，那边车已经过来了呀。但这个已经过来了，我估计他要拆这玩意儿的话，也得拆他妈20分钟。小伟车现在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再等，再等等啊。不就再换桥吧，你往前走还能看。我才得拆20分钟，你放心吧，我在工地待过，就这玩意儿，他们他得拿螺丝刀子扒那啥一顿拧，拧完之后没有20分钟能过来？你信不信啊，家人们？就那个东西呢，没有20分钟拆不完。通了吗？都下面通了吗？通了，是啊，他妈那边通了，这个没拆呢，咱过不去啊，关键是。啊。啊，我看啊，我给你看一下，家人们啊，这都等回家呢，看着吗？看着吗？这俩车子还怼上了，这怎么还怼上了呢？啊，但是他那个地方，我跟你说，他那地方没有一功夫拆不开，知道吗？换路子吧。着急了，这家人们等着睡快困了，我估计这换路子都比这走得快，你信不信？啊？换路子不比走得快？行。这才这通了吗？哎呀，不困，等你回家。社会二，试一试，换一下试一试，是不是？都是那几个，就是没有从那边走的呢。换路子，家人们啊，我换路啊，不在这走了啊。咱给麦序上好朋友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啊，咱给榜一点点关注，咱家至高无上的榜一元宝啊，宝宝，大家伙点点关注啊，咱也关注一下子。还有咱这个哇塞猴子鸭，家人们啊，这个哇塞猴子鸭是38的平时的一个。好哥们儿，咱给点点关注啊！哇塞猴子呀，啊，家人们，他是一个才艺主播啊，特别有才艺啊，咱可以关注一下子。还有几分钟到家呀？我刚才换路了，家人们。Seven 说了，Seven 在这趴着啊。哎呀，啥事能到家？哎呀，这是要干哈去？怎么又换路了呢 ？Seven， 啥时候能到家呀？啊？这小子，这边通了，能上去吗？这边能上。哎 ，Seven 说啥事呢？通了啊，家人们啊，我们从这块上桥了啊，这个桥能上，这个桥，哎，这个桥是新拆开的吗？这个桥平时堵上吗？这块儿，啊，不是，你那时候也没堵这块呗，没堵啊，那通了吗？先接助理，
立马就出。朱林，你出来大门口啊！还过不去啊？啊？朱林，一会儿给我拿手机，家人们啊，马上到家，家人们啊。干啥玩意儿？嗯，我估计20分钟之内指定到家，因为我们从那边绕的，绕了个大圈，快到家了啊，到大门口了，助理到大门口了，我操！等会儿啊，家人们，马上啊，过桥，你都等着回家了，家人们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子啊，啊。嗯。嗯，家人们都等着回家了，看到吗？堵车了，前面能下去吗？我想知道啊。你看啥时候啊？咱牡丹江啥时候这么热闹过呀，老铁们？啊？这人这么多车。我跟你说，都已经一个月没回家了，你想想呢，家人们，有好多人都已经一个月没回家了，家里头有养毛孩儿、养猫咪的，有养小动物的，都已经我跟你说，说句难听的，家人们，都已经有的猫咪呀、狗啊，都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吃饭了，知道吧？如果有人照顾的话，有亲戚朋友，如果能有照顾的话，能好一点；如果没有照顾的，我告诉你，都已经很久很久没吃饭了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老爱憋坏了，你看3万，你看3万憋，你看赶上3万憋坏了。太想老四和小迷糊了，咱等会儿就能看着，家人们啊，别着急啊。这去哪儿了？这我们要往家走呢，家人们，我们这要往家走呢啊。是啊。封了35天，是35天吗？我看他们说的，35天。你开车呢？没开车，不是我开车啊，不是我开车。哎呀，老四是不是惦记我呢？啊，我四哥是不是惦记我呢？啊，怎么打喷嚏了呢？四哥指定在家骂我呢，老爷他妈怎么还不回来呢？操，骂我呢，老爷头都白了。哎，在这就能看着我白头发啊！马上到家，家人们啊，马上到家了啊！大伙儿别着急啊，再有个10来分钟，家人们，再有个10来分钟我们就到家了。20分钟那么快到家了？10来分钟吧，家人们，没有20分钟啊，用不上。老爷，你头发和石榴一样白了。哎呀，俺家小石榴的脑瓜上老四那么舔白的，我四哥小石榴脑瓜是老四舔白的，我这脑瓜是丑白的。嗯，事太多了，这一个月多愁人了，愁坏了。10分钟能跑15公里，在市里跑不了多远。他们看你多激动，市里的红绿灯多，辛苦了，想老大了。等会都能看着，家人们啊，等会咱都能看着啊。老爷一个月白了头，归心似箭的。三万别着急，三万你过来，三万你过来，回来。三万你别着急，三万你看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三万。三万，你看，但是我闻老四他们那个味儿了。我估计啊，家人们啊，我估计回家之后，他们肯定会互相闻，你信不信啊？塞万和老四他们啊，老大肯定会互相闻。小老大长大了，
Seven，Seven，还有多久能到家？还有十几分钟吧，家人们啊，十分钟左右。老爷那边冷吗？俺们现在这边不是那么特别冷了。咱这牙刷9.9，家人们啊，有想买牙刷，你们可以拍的咱牙刷啊，9.9。8支牙刷9.9，家人们，8支牙刷9.9，有需要的话你们拍的，刚好用的牙刷，啊，软毛的，每一支牙刷都带一个独立包装，啊，每一支牙刷都带一个独立包装啊，家人们，有想拍的话你们拍的，啊，还有咱家洗手液，家人们啊，咱家泡沫抑菌洗手液也来了，家人们啊，泡沫抑菌洗手液，啊，你们有想拍的话就可以拍的啊。哎呀，这啥也看不着，等会儿的啊，家人们，等我到家再看吧。泡沫抑菌洗手液19.9三瓶啊，家人们，三瓶，一瓶是300毫升。小北这边饭店没开啊？那是助理吗？小北这边饭店三瓶洗手液19.9，这鞋怎么感觉像是那个反光啊，就是我每天早上3点多能看这样的鞋，3-4点钟可以能看到这样的鞋啊。我说助理啊，你那脚上你看啊，哎呀，你看多少钱没看着了，三幺都想你，看着，哎呀三幺都想你啊，你瞅瞅，啊，那三幺都想他呀，啊，闻味来了啊。三下来吧，三等会下来吧，下来吧啊！这车随便停啊，这。哎呀，这氛围灯挺高级呀、啊。太猛了！欢迎家人们啊，洗手液3瓶19.9啊，家人们啊，刚好用，味道非常好闻，家人们啊，终于看见亲人了，家人们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也没毛病啊，看着助理了，终于看着亲人了，你看看，可劲闻呐。因为他身上有可乐的味儿，知道吧？有亲人的味儿，有可乐的味儿，啊！看到我四哥了，还有个5分钟吧，家人们，啊！开了，开了。哎，那会儿一直堵着呢。对呀、啊，一直堵着呢。咋就前后不让走呗？不让走，你出来那儿也不好使。哦，出不去哈。啊，他但这里边有门房开门的，也不让出，是吗？对，不让你出。走，这一个月这面到底经历了啥啊？咱说这面路上没有车也没啥变化，这一回来一瞅也好了，回来也好了啊。三万马上可以到家了啊，三万马上可以看到四哥了啊。哎呀，马上能看着我四哥，三万你高兴不？三万叫高不高兴？三万高不高兴？三，你坐下，坐下，三，坐，你坐下，三万来。三，你坐下，三万，你高不高兴？高不高兴？三万，高不高兴？高不高兴？啊，高兴啊！三万都高兴了，家人们，家人们，俺那三万都叫唤了，马上了啊，家人们啊，马上咱们就可以看老大他们了啊。一会儿别激动，老爷。光想着四哥，其他的都不想吗？肯定都想啊，家人们。我跟你说，我这就是口头语、口头禅，知道吗？四哥的，老大，16，小迷糊，小妞最难。难忘的一次旅行。咱家是不是明天能酸菜还有家人们啊？酸菜20.09给大伙发5斤酸菜啊！20.095斤酸菜，家人们啊！现在你们想买酸菜5斤20.09，家人们啊！现在外面酸菜都6.多一斤，6.多一袋，家人们5袋里30块钱啊！在三元爹直播间还是20.09能买到5袋。
啊、哦，五斤酸菜，愿意吃东北大酸菜的家人们可以去排单酸菜啊。马上了，家人们啊，再有两三分钟，再有两分钟吧，啊，在咱们看到我四哥之前，家人们，在咱们看到我四哥之前，你们拍着咱家这个酸菜，同学们，啊，你们拍着咱家酸菜，20.095斤，马上没有了，酸菜马上没有了，三万真好看，三万。三万来，三万，啊，三万，出去正正好好一个月零多少天儿？3000多人啊，一个月零多少天儿？哎呀，我，咱是几号出去的？2号晚上吧，2号晚上，酸菜20.09，5包酸菜啊，总共是5斤，家人们啊，酸菜总共是5斤啊，还有17单。酸菜还有17单，马上到了，家人们，1分钟。哎，我钥匙呢？操，我也没带钥匙，可没有意思了，早笑了。还不可以回家？现在能回家了，家人们，32天整。哎呀。看看啊，前面拐个弯就到了。走的时候还好好的，谁曾想回不来了，没带钥匙。哎，大门不知道能不能给开哈？啊？你那个大门没钥匙啊？但大门钥匙在车里呢，没在我这儿。从小门进去了，走进去了。终于可以看到老四他们几个了，老四真逗，还在车上呢。还在车上还能卖货，马上到家了，家人们啊，我们马上到了啊。这还上到了，开了吗？没开。嗯。有小门钥匙吗？我有小门钥匙。啊。三，到三了啊，三门着急了。啊，三文着急了，三文，走，哎，三文，哎呀，三文着急了，啊，好宝，哎，好，三文，走，你让他停车吧。走，三文，咱从这儿走来。哦啊，然后把这门开开，我关这地好不好使？来，过来。嗯，我把这门开开啊，咱们，哎呀，这个钥匙好久不用了，啊，咱们庆祝一下子啊，太黑了，这里边太黑了，一个月不会生疏吗？肯定生疏啊，家人们，肯定生疏啊。等会儿你进屋，你带着三样先进去，然后，哎，你那个手机呢？宇哥那手机呢？嗯。打开快手，让他在里边拍视频。走，我先不吱声啊，哎，他手机呢？苹果手机是吧？对。哎，我回家会不会连 WiFi 呀？哇 ，WiFi 啊！走，看了啊！等会儿，我这三，你慢点，我牵不住你。镜头，啊！我得拿俩手机啊！对，咋的了？你进屋吧。
进屋吧。进屋。嗯。嗯，等会儿你放狗了，放狗了，狗太多了。啊，好了啊，我，你拿手点手机，你带大家伙一块进去啊。哎，哎，这么，等会儿的，等会儿的，你进屋，你拿手机进屋，拿手机进屋，你把他们先放出来。放出来。对，你把他们先放出来。对，行。你拍了5分钟了，你的。我等你进来，我再拍是吧？对，你这狗，这狗进去拍。你塞吧进去，你就开始拍，知道吗？行。不是没，我没进去你就开始拍。行。我没进去，你说你准备好了，我就开始让塞往里进，知道吗 ？OK。然后塞进完之后我再进，知道吗？行。好了，等会啊。好。进去吧，别让他进去。哎呀！来啊，放我来啊！哎呀妈呀，这小老大长这么大了都！四哥呀，看谁来了，四哥！哎呀，哥，别扑我！老爷咋不进来呢？好了，进来吧，进吧。Let's go.
哎，看看啊，老激动了，家人们，老激动了，老激动了，好久不见啊，家人们，好久不见啊，欢迎家人们来到我的直播间啊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太感动了，家人们，真的，刚才那一刻，我刚才进了那一刻，家人们啊，三元街刚才进了那一刻，真的，家人们，那种心情是怎么的？这个。多年不见的老友一样，家人们，好久好久不见的啊，爱人、亲人那种感觉啊。小红对，欢迎三元爸回家，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咱们共同见证了这个时刻。来，咱们好好看看啊，家人们，咱们好好看看，老四啊，老四啊。哎呀，小不点子都长这么大了，小不点子，小不点子都长这么大了，哎呀妈，你看小不点子长得赶上俺家 seven 大了。老大，老大，欢迎家人们送来的礼物啊，感谢大家送来礼物啊，老大呀，我看老大来坐好，老大，哎呀，俺家老大呀长这么好看了，老大，好久不见，你说我现在瞅谁都好看。我瞅谁都好看呢啊，家人们，晚上吵不了邻居吗？俺家没有邻居，家人们，俺家没有邻居。哎呦，感觉这个家里都好亲切呀！哎呀，还有我这条鱼呢，家人们，咱别的不说，哈哈，还有这条鱼呢，这条鱼都已经一个月没吃饭了，家人们，一个月没吃饭了。小不点儿砸手里了，小不点子。小不点子呀，这小不点子，你就这长这么大了，小不点子，啊，他长得跟腐妞似的，小不点子长得鱼挺好。第一，感谢你爸爸啊，必须的，家人们啊，肯定是感谢我爸爸啊，没有我爸爸给我照顾，就是我爸给我，从我，哎呀，我的妈，这墙谁给挠坏了啊？我没在家这段时间，就我爸帮我照顾我们家狗，就我爸帮我照顾他们几个，家人们。石榴，俺家小石榴该剪毛了，小石榴该剪毛了，石榴啊，你说这毛，这你们谁在家干仗了啊？我听说这沙发也报废了，我听说这个沙发也报废了，是不是啊？中间那个泡沫让谁给吃了，是不是？沙发泡沫让谁给造了，是不是？我看啊啊啊，给掏了啊，中间的沙发给掏了呀，谁干的呀？这不等着他老爷回来给换新沙发吗？这不是，家人们，这不给掏了吗？这里边的泡沫呢，老四啊啊，老四你不知道啊？你说老四，四哥你不知道咋回事啊？地上有尿没事，家人们，地上有尿没事，等会我再收拾吧。因为他们几个看我太激动了，小不点尿了，看着？他们几个瞅我太激动了，小不点尿了，连家也拆，真的连家都拆了，啥都拆了。你看啊，这个东西，就原先这上面有泡沫的啊，没。都两边都有泡沫，这泡沫都给我拆了啊，这东西应该是整不上了，这东西应该整不上了，我不在家就这样式的，是不是？我不在家你们几个就这样式的，是不是？墙也拆了啊，墙也拆了，是不是？这谁挠的墙？我想知道这是不挠的啊，我这一瞅这墙应该是挠的呀。我看还有啥地方弹簧拆不动，弹簧拆动，我跟你说，这弹簧都给你吃了它，真的，他连弹簧都给你吃了它。看着家人们，我当时说的什么呢？家人们，我当时说的就是这个监控，我一直都在插电，一直都在插电。为什么说家人们，我啊，这个监控正好从这个地方能看着狗，看着家能看着他们几个。这个监控就是我曾经那部手机啊，曾经那部手机可以看，但是曾经那部手机我没带。就这个监控都能看着，知道吗？家人们能看他们几个，从这个角度啊，结果我没带，到现在没看着，家人们等我回家到现在没看着。
欢迎大家伙啊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。腐妞呢？腐妞没在这家吗？腐妞没在这。腐妞在这块的话题上他们给霍霍完了。真的家人们，腐妞在这块的话题上他们给霍霍完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家人们？因为俺家腐妞吧，他那个脚到现在没好呢。腐妞的脚到现在没好呢。小迷糊啊，迷糊，小迷糊来，迷糊坐好了。迷糊啊，迷糊，你迷糊坐好了，迷糊来，迷糊。哎呀，我感觉小迷糊一下变小了呢，我尿擦一下子。哎呀，真的小不点子怎么尿了呢？嗯，等会儿呢，这卫生间没给老爷拆了吧？啊，卫生间没给老爷拆了吧？这卫生间完啊。哎，这一个月发生了很多很多事儿啊，家人们。哎，咱这狗太多了，老铁们，咱这狗太多了。小不点的，小不点的没找到新主人，到现在为止，小不点也没找到新主人。明天我明天开始给他们洗澡，家人们啊，明天我给他们洗个澡。因为上次走了之后，走之前我给他们几个做驱虫，知道吧？啊，我买了驱虫药，我忘给他们洗澡了。正常应该洗完澡之后再给他们驱虫，知道吧？但是那个驱虫药呢，那个驱虫药是体内和体外通用的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所以有忘了那个是那个事儿了。啊，要不那时候就给洗了，到现在为止两个月没洗澡，他们几个丢俩月没洗澡了，明天好好给洗澡。小迷糊瘦太多了，哎呀，明天再好好收拾吧，给点水喝。等会儿啊，来给你们加点水啊。这家伙回来干啥？塞完稀罕的，我看看这个塞完稀罕的，你瞅瞅家人们，说耳朵给舔的，看看干啥塞完耳朵舔的。小不点哪来的？小不点子，小不点子肯定是俺家老大的孩子呀。家人们啊，咱家待会儿来咱直播间没点亮，咱们点点亮，家人们没点亮，好朋友点点亮。咱在下方小购物车，你们有需要啥的话，你们拍一单，家人们啊，咱在下方小购物车啊。这个酸菜20块09毛5斤酸菜，迷糊小老爷想瘦了，看一下小迷糊，等会儿啊，我给他们喝点水。哎，家人们，你没发现吗？我回来，他们怎么就这么热呢？啊，地砖太滑了。小不点好看，你说小不点长多大了？家人们，这小不点子，这是 seven， 你看，跟 seven 一般长了。小不点子，老大，老四，小石榴，小迷糊，迷糊，迷糊坐下。明儿你给大伙展示个才艺啊！明天给大伙展示新才艺啊！地都热，腐妞没在这会儿，家人们，腐妞没在这儿。哎呀，这整的我三万爹现在家里的狗太多了，我操！老大，老大，哎呀，嗯，老大，老大想不想老爷？老大，我看老大想不想老爷啊？老大，你转过来，老大来，老大，老大过来，老大。来行不行老爷，老师行不行老爷，呦老师到现在不亲我啊，老大行不行老爷，老大，你老大行老爷啊，老师行不行老爷，老师你亲老爷一口，四哥亲老爷一口，老师啊，你亲老爷，你看你四哥 你一点什么，真的四哥真的七只狗确实不少。四哥，真的，我到现在为止让你亲我一口是真费劲呢，老师啊，我让你亲你姥爷一口是真费劲呢，四哥，这一个月谁照顾了？一个月多亏我爸了，家人们，多亏我爸了，啊，一个月呀，家人，一个月没在家，就是我爸和我妈他们俩照顾他们几个，我爸这一个月都没出这个小区门，知道吧？因为出不去，一个月没出这个小区门。从我走那天，家人们啊，从我那天去杭州那天开始，第二天早上6点就不让出小区，一直到现在，家人们，一直到现在呀。你也亲了这么长时间没被老四咬，三妈呢？三妈妈没回来啊，三妈明天回来，家人们，因为太晚了，
宁愿亲姥了也不想亲姥爷。四哥呀，你就不能亲你姥爷一口吗？四哥啊啊，老师，我四哥想他姥爷了，家人们，我四哥想他姥爷了。哎，四哥呀，那姥爷走的时候你这个鼻子挺好的，怎么现在怎么又回去了呢？啊，我四哥鼻子怎么掉变色了呢？四哥，你这鼻子咋整的呀？四哥，啊，你是不是想媳妇了？四哥，你想媳妇了，老师啊？啊 ，seven 背带 ，seven 过来，来过来，再把背带给摘了啊！这家伙，摘来来，不对，摘了，摘了，摘了，啊，这家伙小厉害。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为你付出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。哎，搓澡搓掉色了，咱们明天给他们洗澡，家人们，我明天给他们洗澡。待会儿咱给麦序的好朋友点点关注啊，一号麦元宝宝宝。咱给元宝宝点点关注，二号麦万万干爹，家人们啊，咱给万万干爹咱给点点关注啊，咱们家的啊一个好姐姐，家人们啊，咱给点点关注。还有那个妥妥先生，妥妥先生三号麦，俺家老四的爸爸，待会儿都关注一下子，老爷音色真好。小老大都这么大了，我估计啊，这个小老大现在他得有50斤，比小明大，小明肯定欺负不过他，小明欺负不过他。哎，你没发现吗？小不点子为什么这个肚子这么大呢？平时不少吃啊，小不点子，小不点子，小不点子，你还认不认老爷了？小不点子，小不点子，看你这家，你光说那个，你瞅这脸，这不是咬的？小不点子，过来，我看看，小不点子，你告诉老爷这脸谁给咬的？这咬了几下子？这么一下。这不都是心伤吗？那老伤一个月过不去，这不都心伤吗？一边一个呀。小不点脸肯定是被咬了，这是啊，谁咬的？你看家人们，要我说吗？你看小不点子给咬，小不点坐好了。这小不点子呀，老四是不是在家欺负你了？我看看这脸还有别的伤吗？过来小不点子，我看有没有别的伤呢？看看过来，来看下巴底下没有伤。我看下巴底下没有伤，我得好好给他检查一下子。老四心虚了。这小不点子咬哭了呢，怎么咬这两点咬的啊？这咬这两点咬的怎么像咬哭了似的呢？看监控，我到时候查查监控。这监控挺难查呀，家人们，这一天一天翻。老爷问话，只有老四敢看你。小不点是谁的孩子？小不点是俺家老大的孩子，啊、哦，是我们家老大的孩子啊。也就是说，小不点呢管咱老四叫舅舅，家人们。小不点子管老四叫舅舅，要查一个月，赶快送人嘛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为什么老四咬他呢？就是因为小不点子是公狗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就是他，因为他小不点子咬的还真对称。闭嘴。哎，我怎么有时候，家人们，刚才我从自从我进到这个屋到现在，我怎么感觉像是做梦似的呢？家人们，啊，我怎么感觉好像做梦似的呢？啊，这不，我就感觉我带俺家 seven 嘛上杭州那边玩去吧，稀里糊涂的就去玩去了。此时此刻现在已经到家了，我怎么感觉稀里糊涂的咱就回来了呢？啊？是不是？我怎么感觉稀里糊涂咱就回来？
来了呢，联系联系主人。欢迎家人们啊，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。哎，小不点子，小不点子真是，你说关键是小不点子吧，老四也愿意有腐妞啊，老四也愿意有，一个月不见老四好像变样了。四哥你是变胖了吗还是变瘦了，变爱欺负别的小狗了，四哥变得不听话了是不是，老四你还困吗，四哥没有老爷陪着你的时候你还困吗，四哥你是不是等老爷给你拿好吃的呢，啊老四你是不是等老爷给你拿好吃的呢，啊想要好吃的呀，你看哈哧哈哧的，你看哈哈的。查监控看有没有伤就直接看下一天。我估计看监控不好看，因为他那个监控离从这儿到这个地方他不是说离得特别近，知道吗家人们啊，如果是每一个狗他都去到那儿碰照下脸的话还行。不能惯着老四，保护好小老大。哎，公狗肯定是干仗家人们。腐牛的腐牛没在这儿家人们。腐牛没在这儿，腐牛那个脚到现在没好呢。我明天给你们看看腐牛吧。行吗家人们，明天给你们看看腐牛。为什么老四那么帅，那谁到了，老四长得像他爹呀。他爹和 Seven, 他爹和 Seven 的那个综合呀家人们。啊，有喜欢看老四他爹的话，你们给二号麦点点关注。啊，先看监控再追究责任。毋庸置疑了家人们，其实这个监控可以不看知道吧，毋庸置疑了，肯定是老四惹的祸。我就敢跟大家伙说肯定是老四惹的祸。明花。明花。哎呀哪还给洗澡的，他们身上有狗味儿了。他们现在身上有味儿了，有狗味儿了。老四是巴顿的孩子，对，再追究责任还是那么还有什么意思，都已经咬坏了。老四叫迷糊，你想不想老爷，你想不想老爷迷糊，你想不想老爷迷糊，嗯，哼哼哼哼，鱼鱼鱼。但是迷糊没挨咬家人们啊，这么长时间了迷糊没挨咬，看到了吗，因为小迷糊现在他已经不是公狗了，老四不针对他了。小迷糊瘦太多了。石榴，哎呀我得整个沙发呀，沙发报废了，我跟你说明天我要追究一下子，我看他们几个谁咬的沙发啊，我明天好好给他们几个开个会啊，咱明天晚上好好给他们几个开个会。哎这玩意儿咬掉了吗，这不是啊，这玩意儿他能整下来啊，这顶上怎么还有粑粑呢，啊谁把粑粑拉墙上了，啊你们谁把粑粑拉墙上了，我想知道你们几个。还行啊，还行啊，咱们这笼子保持都挺干净啊，都笼子保持还都挺干净啊，都挺好的是不是啊，
我还猜啥玩意儿呢？桌腿啥、板凳腿啥的，猜没猜？回来喂点好吃的。我以为得上店里求点的，因为家里头现在啥也没有。我这个地方现在啥也没有，我得上店里头给他们求。啊，这跑步机也给我猜坏了，是不是？跑步机给咬坏，这跑步机算是玩不了了。这跑步机还能玩吗？瞅瞅，跑步机线也给拆了。嗯，这电源线没给拆啊，是不是小不点子？哎，换个插头，只能说换根线的，咱不能说把这个东西给撇了呀。换啥？换啊？啊？老大听话是不是？老大在家不拆家是不是？老大，我感觉跟你说，拆家的事跟老大指定一点关系没有啊。要找的话，不是老四，就是小迷糊，要不就是腐妞，不要不就是那谁小不点子。啊，石榴不可能拆家。明天我给小石榴，我看那边美容的，能不能给小石榴美一美？小石榴，那脑瓜让谁给舔了？我记得我走的时候小石榴挺干净的呀。啊，你看给舔的。到小石榴最近是不是发情了？啊？石榴是不是发情了？老四又舔你了，石榴。石榴，啊，老爷从你身上，老四从你身上薅羊毛了，薅毛了，往下。这小石榴怎么让老四霍成这样式的呢？啊？这小石榴怎么让老四霍成这样呢？老四啊，你咋给人小石榴霍成这样式呢？啊？石榴不是绝育了吗？咱不知道，家人们。但是俺家老四的确是稀罕小石榴，他的确是想稀罕小石榴。啊，明天我要给小石榴也去给他美美容去。老四腿怎么了？我看四哥腿，哪个腿？四哥谁受伤？我老四都不带受伤的。四哥没事，我没从俺家四哥身上能看出来啥。谁受伤？老四都不带受伤的。四哥没事。前腿后腿没事，没有伤，老四就是牛逼呀。啥事都关老四，那你看吧，家人们，啥事不关老四啊？老大肯定不拆家，老大其实挺老实，知道吗？老大不老实，我都说了，老大和俺家小石榴他俩最老实啊，老四和小迷糊不老实，再一个家人们啊，小不点子肯定也不老实，我只能说从他三个狗身上找问题，知道吧？安个监控摄像头，有摄像头，家里都有摄像头。明天那个水我估计得换一换，这个鱼缸那个水我估计得换一换。哎呀，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直播间啊！大家伙没点赞，咱们点点亮，家人们啊，没点赞点点亮。咱下方小购物车，你们有需要啥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拍一单，家人们啊！明天现在。从明年开始陆续的话都会正常发货，家人们，从明年开始啊都会正常发货了啊。有想买狗粮的，狗粮在这儿呢，右上角比瑞吉诺瑞的三拼粮啊，大家伙没拍的话可以拍的，现在都会陆续发货啊。他们消停玩累了，迷糊看一下，迷糊过来，迷糊来。哎呀，这怎么该上桌上桌呢？啊，老四，你告老爷，这沙发是你咬坏的吗？老四，这沙发是你咬坏的吗？老四，啊，是你咬坏的吗？啊，
跟你没关系是不是？感谢宣礼公主啊，是不是你咬坏老师？啊，是不是你干的老师？啊，不是你干的是不是？啊，感谢宣礼公主啊，我明天跟你说，啊，我一定要翻出来是到底谁整的。我就拉拉猜家。这个怎么卖？咱家只有这个小不点子，家人们啊，咱家只有小不点子。哎呀，鼻炎犯了。只有小不点子找新主人，家人们啊，你们想要小不点子的话，你们可以联系客服啊，会联系三爷妈妈，家人们啊。意思不是他干的。小不点子是一个公拉布拉多啊。那是两边老师咬的。你听没？小不点老嘎嘎怕老师，小不点现在嘎嘎怕老师。我家的真拆家呀，老爷老逃了。俺家也拆呀，俺家三月以前也拆家。我家沙发都换多少沙发了？你看老大，俺家老大指挥卖吗？你看老大，啊，啊，老大，这不又长好看了吗？老大，啊，老大呀，这不又长好看了吗？他老爷就从父亲啥时候和你，他老爷要想看谁拆沙发，就从你父亲啥时候和你。我爸也不太知道谁拆沙发，我爸不注意。啊、嗯，他们平时的时候都会在这个屋子里玩儿，啊、嗯，咱家这个屋特别大，平时的话上完厕所回来之后也会在这个屋里玩儿。哎呀，坏就坏了吧，坏就坏了吧，我再整个沙发吧。哎，老大恢复过来是不是？老大是不是胖了？老大过来，来，老大看老大是不是胖了？老大恢复过来了，之前老大嘎嘎瘦，家人们你看老大现在多胖了。有肉了，现在老大我估计怎么有七八十斤吧，七八十斤，你看都是肉了，你看老大躺着，老大看，你看这都是肉，你看看着吗？啊，老大这都是肉，瞅瞅啊，你瞅瞅，瞅瞅啊，三文是乘飞机还是乘高铁回家的？俺们是开车回家的，家人们啊，我们是开，我们出去玩也是开车去玩的，回来也是开车回来的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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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咱们是西安西安老爷呢，他们看见 Seven 的时候老开心了，一直围着他跑。那个视频我还没看呢，我等会儿看看，家人们啊，我刚才让助理给拍视频了，我等会儿，我明天我把这视频整合一下子。整合一下，明天我集体一块发出去。啥时候都告诉你，啥时候告诉你的？直播那天，监控往前调监控呢？开车回家的。你说他们几个玩多开心啊，家人们，他们到家，咱到家之后他们几个玩多开心，是不是都追着咱家谁吗？都追着谁吗？这狗狗也，狗狗他们之间也是稀罕一阵儿，是不是？你看也是稀罕一会儿。最快乐的事是啥呢，家人们？最快乐的事就他们几个在一块儿啊、嗯、你上哪玩都不如说他们几个在一块儿开心，知道吧？家人们先休息了，明天就上班。好的，家人们啊，你们也早点休息一下，待会儿都早点休息啊。三爹播到一点我就不播了，家人们，我就播到一点啊，你们也早点睡觉啊。明天三爹早点直播，家人们，明天三爹早点直播啊。从明天开始咱们的直播回归正常，老铁们，咱们的直播回归正常啊。
我重新定个时间，老铁们，重新定个时间啊！我重新定这个表啊，咱们一定要每天都要按时直播，知道吧？明天带着我们去看腐妞，一定要早点播，辛苦你了，老爷。哎，我播到两点，一会儿我跟我爸，哎呦，跟我爸唠嗑，我好长时间没看着我爸了。我进来就看狗，家人们，你们说吧，三元店到家之后就先看狗，我都没看我爸，知道吗？我不在家这段时间，多亏我爸了，老铁们，多亏我爸了，照顾了这么长时间，一把屎一把尿照顾了一个月呀，家人们。都太累了。老四啊，你这么高兴啊，四哥啊，我怎么没看着你见老爷高兴呢？啊，老四啊，我咋没看着你见老爷高兴呢，四哥？我看这头，我看这头，这头顶上怎么的了？这头顶上，啊，这是谁舔的？四哥，你不想亲老爷一口啊？嗯，老四亲我一口。随便亲一口。嗯呀，老四看他老爷有胡子了。嗯，四哥，四哥，他是一点不嫌我。我四哥闻闻我还行，你让他亲我一口比啥都难。屋里这么多狗，味儿大吗？现在。还行吧，家人们，现在还行吧。我跟你说，我在家照顾他们的时候，家人们啊，咱家狗这么多狗，一点狗肉都没有，知道吗？一点狗肉都没有。啥时候给他们洗澡？明天，家人们啊，明天给他们洗澡，因为他们现在将近两个多月不洗澡了，知道吧？俩月多月不洗澡了，明天给他们洗澡。四哥害羞了，从明天开始咱们回归正常，正常直播，啊，正常发段子，正常直播，老铁们。啊，哎呀，我这也累了，四哥都嫉妒了。迷花，想老爷吗？迷花，你想老爷吗？迷花，啊，想不想老爷？想老爷握手了，迷花。啊，握手，这个手，再换个另一手，换另一个手，啊，再换这个手，想老爷是不是？啊，迷糊握手，迷糊上来来，上来迷糊来，上来迷糊来，上迷糊迷糊上来来，握手迷糊迷糊握手再握手，哎，好迷糊啊！你看就一只狗盯着他老爷看呢，啊，盯着老爷瞅啊，这想老爷太老爷啊，想老爷了是不是？喜欢 Seven 和老四，谢谢大家伙啊！迷糊真好看。待会儿给麦序上好朋友，咱最后给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啊！至高无上的榜一宝儿啊，元宝儿宝宝啊，元宝儿宝宝啊！待会儿给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啊，点点关注啊！还有咱们家那个万万干爹妥妥先生啊，老四的爸爸妥妥先生。啊，大家伙都可以关注一下子。唉，然后我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，家人们啊，今天直播就到这儿，明天三元店给大家播啊，明天肯定会早点播啊，肯定不会说晚直播了，家人们啊，咱明天洗澡洗，我给你们洗澡，我也正常直播，家人们啊，拜拜，家人们，拜拜啊，大家伙早点睡觉。谢谢家人们啊，谢谢家人们陪三兄弟陪到这么长时间啊，感谢家人们了啊，拜拜拜拜，老铁们拜拜啊，早点休息早点睡觉啊，拜拜，谢谢大家。